徐医生，这是喝多少酒啊？徐医生，醒醒！你家钥匙呢？你钥匙。来，进屋，别坐在地上。脸啊，来，哎呦，来，我给你擦一把。行行行，洗手间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啊，来来来，我扶你。啊，你是不是要吐啊？哎，哎，你干嘛去？不行，你这样会感冒的。就能弹着自己，就能遇见你。谁也别怪我，这样会感冒的。都有了意义，大隐和西，小岛显微镜。我们上床躺着好不好？啊，谁也别怪我。徐医生，做手术了。去手术室。哎呀，到了啊，马上到。手术室准备的。不是。你这衣服湿着，这样会着凉的。那个，徐医生，帮你把衣服脱了吧。换手术服了。哎，真的太敬业了吧！我说，那个 T 恤我帮你脱了哈。不是剩我钥匙吗？